好，这两个钱。方田在打车吧，我觉得应该是，我不好意思，他们在笑什么呀？你好，你好。Hello。在笑什么？劳斯莱斯还什么？我问一下啊。Hello， 可以打个招呼吗？在直播。啊，能打车吗？啊？能在打车吗？我也听不清。在直播吗？什么？你在直播吗？对啊，直播。这是什么直播呀？虎牙，就播着玩的。我也不会英语，我也 no。你们去哪呀？去酒吧。哪个酒吧？菜吗？要不我送你们？啊？没事，我送你们吧。我有车呀，很近的。你打到了吗？我送你们吧，加个微信可以吗？啊？可以加个微信吗？行吗？我想你。谢谢车夫哥的魔法图，谢谢。好嘞。我呢？他们说啊？加我吗？行行，我加你一个，加你一个，加你一个。你这直播间有多少人啊？200多点。我送你们吧，好不好？反正没打到车嘛，车在对面，好不好？不用打了，又不用收，又不用收钱，我又不是坏人。我怕。你怕什么嘛？这么多人在看呢，有什么好怕的呀？有什么好怕的呀？你要看一下吗？这是有美颜吗？没有什么美颜。干嘛？他们说让我送你们。送。你看200多万人了，好不好？走吧。还是两个都坐后面，一个坐前面吧。你坐后面是吧？好的，那你坐后面，后面有点乱，等一下我收一下。啊，你坐前面吧。我操，前面的真的太棒了。可以拍你们吗？我不能拍自己。啊！好小呀，你们！这拍照好丑。哪里丑？美颜吧。我给你系安全带，还是你自己系？嗯，你自己系吧。帮我拿一下。好的。小孩子。那你多大了呀？我啊，你猜我多大了？我猜你应该就是20来岁了，就是21、22。21、22、29几年的，九七呀，差不多吧。我肯定不止97年啊，我95年的。95年是多大？你这个肯定没有美颜。还好啊，挺好看的呀。我感觉他应该比较小吧。我看行，比他大吗？不是你们俩谁大呀？大一点点。对啊，他看起来就很嫩啊。看看就是小孩子啊，我看起来这个很大吗？你也太可爱了。为什么我看起来会比较小？就你看起来就很小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脸很嫩，娃娃脸。他比较成熟，他看起来像20几岁的，他不像00后。我脸很圆，太圆润了。他跟你 say goodbye 了。谁跟我 say goodbye 了？就那几个歪的。
我不会英语，如果我会英语，我跟他们沟通一下。谁把天聊死了？谁把天聊死了？你们一般去酒吧去蹦迪了还是喝酒啊？嗯，也喝酒也蹦迪呀。嗯。谢谢统南哥的魔法书，谢谢。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呢？我也没有。你好高啊，看起来。168吗？太小了。哎呦，比我大五岁，不是我比你大五岁。你九零年是吧？00年我比你大五岁。你有纸巾吗？纸巾啊，好像没有啊。你看一下后面后排有没有纸巾？有吗？你看看。坐过去拿，对。三年起步，我操！什么三年级什么？不是，他们说你太小了，三年起步。劳斯莱斯中控长什么样子啊？你看一眼，就这样的，很普通的，就跟宝马的内饰是一样的，就这样的，就这样。他腿挺好看的，他的腿真的挺白的。刚刚哪个是你啊？微信就那个叫顾里是吧？然后你是那个英文 S 开头的是吧？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给你备注一下。啊，我叫李婷啊。真实哦，真实名字。好的好的，给你备注一下。你呢？南山。南山啊？哦，南山肯定就假名。不用看了，这名字一定是假的。李晴可爱型。什么叫好兄弟啊？南山干嘛咋了？不是。是哪个南啊？三点水，然后一个木字，然后再一个南，然后山的话是三点水，再一个木字，再一个木字，就是证明你想说你水多呗，就每个字都带点三个水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给自己取的名字吧？这是？不是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就三点水嘛，这名字嘛一看就很多水了，金木水火土水比较多。怀疑你在搞房子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在搞房子。你们一般酒吧玩多久呀？看心情，一个小时啊，一个小时嘛，酒都还没喝呢。你们是去坐一会儿的是吧？我00年的时候在干啥？我00年的时候还在读书呢。你们都学会蹦迪了，我操，真好。我都不知道酒吧是什么，我18岁的时候都不知道酒吧是什么。这边会卡一下，这边信号不好。谢谢超表枪，哎，那个兄弟又给我送超表枪了，可以啊，兄弟。
牛皮牛皮牛皮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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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强啊，大气大气。今天好像划水没有白划呀，大气大气大气，是个苗子。谢谢瓦总的魔法书，谢谢，谢谢魔法书。你看到了我 ，KS 给爷整笑了。大牛啊，大牛在家里啊，咋了？大牛在家里啊，干嘛？大牛太累了呀，而且大牛不方便，而且灯光不好，不太适合直播，适合拿来停。我觉得你好害羞啊，我觉得你姐妹比较开，放得开一点。性格的话，你什么星座的？我水瓶座的。水瓶座的。你也信星座吗？我不信星座，但是想问一下嘛，就有些星座可能就会自来熟一点，很正常的。哦、你朋友什么星座的？我是巨蟹。巨蟹啊，巨蟹跟水瓶谁比较哪个放得开一点，哪个自来熟一点？我也不知道。就应该你们两个谁谈的恋爱多一点，应该是你吧？我啊、没有，我感觉好像就是你花心一点的，看起来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我还不晓得谈恋爱。你们不都零零的吗？我太小了，不想谈恋爱。谈不谈恋爱跟小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关系吗？是没有谈过恋爱还是没谈恋爱？就没谈，是谈过的。没谈，没谈过。哎，你
穿的是什么？露肚脐的。哎呀！我操，可以啊，这衣服啊，还露了个肚脐。不是我在看，因为我主要看到你这上面有个纹身，你知道吗？哦。你还穿了个外套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可以把外套脱了，我看一下吗？小气死了，真的是。王思聪叫我打游戏干嘛？我在户外呢。我在户外呢，聪哥。我在户外呢，我没在工作室。啊，好疼啊！快到了吗？快了。咋了？胖把你们卖了吗？心里还是有点恐惧的。怕什么呀？真的是啊。快到了，马上就到了，转个弯就到了。你看到了我，谢谢追求哥的火锅，谢谢大气。好了，马上就到了，太。在派完的小姐姐年纪都跟你差不多大的，都零零的。对，几乎都看到了我，拜拜，微信聊，拜拜，嗯。